而为了要振兴澎湖的经济，发给县民每个人1000元的现金刺激消费，早上也由远景一路护送载着礼金的车辆到码头。好，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，这县府人员呢是提着黑色的袋子，里头装的是要送到望安乡跟七美乡的振兴礼金。远景呢是紧紧的跟在前面还有后面护送哦。县府也加紧脚步，希望可以赶快把1000元的振兴礼金发放给澎湖乡亲。除此之外啊，这湖西乡的乡民还可以再领到加码金600块钱，西屿以及七美则再加码1000，让当地民众超级开心。